我们计时哦，示范组是30秒啊、哦，两位要一起，而且那个棒子伸进去里面的那个深度不能够超过红色橡皮筋哦。好，而且不能够碰到旁边的金属。你看了、哦、那个，然后你害得隋涛怕的不会爆炸啦，最多你就会看到那个沈海伦触电而已了，不会爆炸啦。好，来计时开始。那个电力是有控制的。啊不会受伤，不会受伤哦。就稍微被电到一下。对，只有被电到，比那个静电还要激动的感觉而已。好好好，好，谢佩恩很尽责。好，小心小心哦。倒数10秒，看最远能够走到多远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停。好，两位 pose 不动，来照个相。我们这时候是要测试一下谢佩恩以及庄凯勋的脚力哈，来，两位看前方哦 ，Aggie 看前面哦，保持笑容。好，谢佩恩真的是一个，他是一个很乖的新人，叫他不动，他就真的维持原样不动哈，太听话了。好的，刚刚呢，这个庄凯勋跟这个谢佩恩两个走到的点是差不多这个位置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自己挪到你正确的点。好，来，让这个隋一堂、杨佑宁一起来试试看，来麦克风，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。好，来，请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哎，还没有，好不好？好。而且这个棒子要拿得稳是有技巧的哦，女生在前面，男生在后面，一起这样才不会，你知道平衡有点搞错。不是，我讲真的啦。对啊，你们两个可以走得比他们更远更长的。好，开始喽，计时开始喽。好，你看看得出来，杨佑宁主导性很强哦，在一段感情当中。好，隋唐在一个感情当中只有配合的角度。哎，时间已经到了，干什么啦？所以很明显的看杨佑宁握住这根电流狙击棒，知道他在这个感情当中是很强势的哈。请问你刚刚是在哪个地方掂的？中间吧。好，来，请贴。好，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刚快速通关有没有什么技巧？待会可以让粉丝朋友跟你一起的时候，可以怎么样让他们跟你有一些配合？不要怕，往前冲。对，女生有没有跟上？不管。对，先冲就对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就跟冲马拉松一样。对，好的。来，隋唐呢？刚刚在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技巧？就找对伴就好了。说得好，跟人生一样啊，要找对伴才可以把游戏完成。来，凯勋呢？刚刚在玩的时候呢，你是非常小心翼翼的、哦。不是因为我很怕，因为我们是第一组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。我们刚刚有一些火花，因为怕你跟 A 姐会怕，我们把火花关掉了。真的吗？本来掉下来就啪，要那种喷火花出来的。对，是很冒险。所以不要怕，我们刚刚示范就让大家不要怕，要勇于挑战爱的生存之道啊、哦。那 A 姐呢？没有在呼吸的状态。对。